这半年节前，俺爸哥看上天地前面接连问了三姐，那我干啥就？爹爹俺做蒙特内，刚就年底些别，蒙这里请当几日。西米做茶吧当，西比做茶吧接班的呢，俺做恰吉七月明天年底。年底多卡些连着学问呢，趁眼睛些个点呢些呢，可除了爹母为干事托么了，让了要把的。老路三克拉村呢。 各州一都干了，中通经济秋干级别，年初都干的呢，所有都不一，门槛也同样了点呢。爹妈话了，把车子么下来，爹那个西北超东北了，八点几，各州话当，永昌为个同样超东西吧点呢。俺做一次话了，各州八面几正八点。当然，中通经济秋干级别，年初都干的当呢，龙我今年长得有了。 八点几，一早来到年里，龙我俺就安安上班的。一早这家庭店里，能用两百米币八点几，一早了给我见着龙不当，让个错了，见着卡学吧也能。第二个李成龙的俺做八点了见着学的，空个一早见几点了，肉娘谢谢。 那哪个人不能去的？撤退哟！哎，我跟当时不错，村头我年纪都就等俺那个托马尔给上车去。这说是红包干了，两个特别是累的了。在那马来西亚，在那马来西亚，你朝西沙马来这里。是啊，因为我喜欢，反而我觉得那边经历丰富了我。 一等于五，那么五就等于一，500米的幸运币，250。小小，小小，忙你事，好。盲流是我们一家人的命，命被拖了，我要去拼命。 我要去杀了他！巴丁老师好，首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哎呀，哎呀，这两天都在忙什么呢？今年一直到这两天，一直在拍电影、电视，电影呢拍了两个，电视呢也拍了一大串。一大串啊！哎呀，哎呀。那2018年有什么新的作品可以跟大家见面吗？2018年呢，就准备有一个300集的一个。 另外还有个关于那个孝道这方面题材的，也有几十个。作品很多。哎，今年子了拍了一些精准扶贫的，就是习主席这儿讲18动村那个了，精准扶贫。在湖南，我在湖南拍了个电影《18动村》，现在在全国放映的。我演了个王学勤的哥哥，这个角色呢是我第一次演了个哑巴。 哑巴，我原先没演过。移动，啊，三叔。 这样子没有关我，我们一起作业打工，我们是结了婚的。这个对于演员的这种，这种技能，又是另外一种要求。哎，需要。嗯。那就是说，我们书上啥子人物了，一定要接地气。我是藏族，要去演苗族，那么我就一定要仔细看。 苗族人的习惯，尽量让苗族人认可，他们认可了，你就成功了。这么多年了，您说就是演的话剧、小品，再到电影、电视剧，不计其数。我就想问的是，就是为什么能够有那么多的作品，然后在这条路上永远可以保持这样的热情呢？首先认真，就是说是搞艺术了，就是不能来虚假的。 而且你既然搞这行，不管大角色小角色，我都是非常认真的。哦，哪怕是你喊我站到边上没得台词，
我也很会如洗的，在那些站着，该咋个就咋个。哦，这样一点一点铺垫起来，我才能走到今天。就是演员要有艺的，生活当中呢要有道德，哦，一定就是做人首先要干任何事情，那么就是不能偷奸耍滑。哦，你看我有些时候该摔的时候就摔。 十八铜城的时候，我从那个选个个都叫去，导演都很紧张。我说不，他说这场不要。我说不，只要是剧情需要的，我也不喜欢要替身。我的演技我自己演，为啥子人家来帮导演？帮导演很丢脸。<笑>为什么觉得丢脸呢？就说明你自己完成不了了。 这也是您对自己的职业要求。哎，职业要求就要自己来，哪怕是你看，我有从那个就前两天拍《帕尔多》，有从那个桌子上去抢那个票箱，硬摔到地下，我愿意摔，我都不愿意。人家说来个假的，啥子字儿，能够做来真实是最好的，就是把这种真实展现给观众。啊。 就是你在背后再累再累，我们在氧吧井15000米，天天吃冷的。哦，有场戏呢，就牵着马要跑，导演就说是预备开始，你跑2步，我们就拉开换人。我都没有，我还是愿意自己。好难得机会哦，一下错过了，跟人家说，哎，那个人家说，哎呀，你在高原还能够跑。 那个是替身，人家帮我跑的，我猜的，也不好意思，就这么多年，你有没有数过自己表演过多少种角色呢？我都记不到了，不记得。哎，那你最喜欢什么样的角色呢？嗯，主要是我都喜欢，我对任何角色我不挑剔。嗯，我有时演那个董古董的时候，他们就说巴老师给你演那个最适合你的。 我说我不愿意演，我适合的，你们觉得我演不下来了，我来演。挑战自己。啊，要挑战，一定要挑战。如果演那个古玩界的，古玩界很有名望的一个老泰斗，古玩界的泰斗。哦，我演那个时候，我就在那个啥子古玩市场，全部去了解，就哪怕这个就说是我们拿一个，嗯。 古代的一个，比如陶器啊，它瓷器啊那些，一抓到咋个去用手，咋个去看它的包浆，它是它的哦，这个窑子是哪个地方，都要了解。我还学你们花戏曲，花戏曲，花戏曲，这样的，好的。抱歉，来，把这个塑料袋拿到。啊，同志啊。 我来给你写个病历，你来帮你的症状给我谈一下啊。好同志，您说有味，这个北京医院那个女医生很乖的很，来不来就喊说，管他了，医生喊说我就说嘛，一声两声，那我就开始说了，你说我再说，你慢慢的说。 我是在慢慢来说，你倒是说呀，我这会儿都说的定下了。再说我们是说不动了，哎呦喂呀，哎呦，说的。就在弄正人头的那六年呢，蒙他银行业绩差距里的，急忙接近的超过别。你超动不动了，冷想看里通不通了。巴丁吉先生，蒙他银行业坚持些把来不动。 普通兄弟六年争取呢，做某些杰出啊等等的，一直在电报端的电话是英国的。那天呢，电报我弄了，林中西边往前约了，某些杰听了他呢，争取派的去林中兄弟。后兄争取呢，蒙错杰出呢，这把的，他的样蒙错杰出呢，觉得了从国的谁呢？轮到他个人了。 八点几，上路忙不等于了，李东汉里忙不住哟。现在呢，村外的兄弟们，八点几，你得了人畜稀巴烂，走，空个，村里有人当，这娃眼睛要不的。
第一次是那个我们甘孜州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田伯在当书记，有个京剧团。京剧团，哎，那就是说最早是从京剧开始。那个时候哎，十二岁。十二岁，哎，京剧，十二岁就开始从艺。他们招学生的时候，我是去看热闹。哦。看热闹的时候，一个老师一伙就把我抛进去了，把说来来来就。我呢喜欢这个那个。哦，您是本来有这样的爱好。我胆子也大。哦。然后另外我那个老师这儿比，他比啥子我就跟他喝。我绝对比得很到位，哎，这个很灵，就一会儿就那样，那会儿参加工作就这么简单，就是国家工作人员了，工资也够二十几块钱，但是呢，没待几年，一两年样子的时候，就全部整个就迁到内地了，到了内江，内江也是二十几年。内江完了又把我调到成都，一直都是唱京剧吗？没有，后来话剧，演话剧。哎，话剧，电影也拍了几十个了，电视剧呢我自己也数不清拍了好多，就是个现在经常看的那个《幸福帕尔多》拍了十几年了。哦。从人家喊帕哥帕哥，最后就听到街上喊帕叔叔。爬宝贝，这爬爷爷，我就变了。那这么多的角色当中，你觉得你塑造的最成功的有哪些呢？没得成功的，因为啥子？就是即便呢，这个成功了，下一个永远没得成功的。是吗？哎，那个遗憾无边，他有些时候呢，演员很多那个遗憾的地方。演的时候还觉得哎呀成功了呢，坐下来的时候细想的时候呢，后悔了，说哎呀当初我没那个角色没好，但是在心里头只有下回去弥补，下回你不可能又去塑造得到那个角色，是个很遗憾的东西。所以说我就说是这样成功了，说成功了不一定成功，另外一件事情又摆到那儿了，也要让你去努力。巴丁老师就是这样，永远都不满足，然后永远都有追求，这样一种人。在生活上呢，我很容易满足。他们晓得，去了没得吃的了，说只有个馒头，我就跑去厂外去吃了。在我这个行当里头，我就艺术上永远有追求。哎，我就哪怕今天我有些时候一拍戏的时候穿的新皮大衣，要在那个草丛中那个树丛中这个。就穿刮烂了，我一点都不行的。我做到了这个角色，我们经常穿自己的衣裳。哦，刮烂了，我只有悄悄咪咪回去，不让我们屋头的看到去，然后悄悄咪咪去把它弄好。哦，但是呢，从这儿转过去了，效果最好。我宁肯衣服刮烂，我都愿意走这个。那就是说您为了表演，为了角色可以付出一切。当局都干你年车都干的超多些吧，当西北给超级新的草马的恰恰前面超多门哈西兰就为对了些怎么就过得弄了。八点几滚巴热热人得凶些吧，店里接着就能不空用把些惩罚的。你送了十大细节呢，中间的当呢，且同满一对了，萝卜的胸围过高些当，另外眼睛有容。第二，你人人感性别总写笔我，但是你把端着中间的正白的。十六七栋各家逐渐人送了的，且同满的，该点点了不满点中。八点进哈吉斯，徐茂当空格不出出去把当，热龙，人家再看当，文川街也看。十八栋中地街把所街，年车超东歇歇，一站趟你忙不跌浪昂三进七八里。对街这种当的你，罗纳金融，该地街等比较搜索你，罗纳主街高于八点几，他的人西八大不也能不当主心了店里，里东南北八里。生活当中，您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呢？爱好了很宽，因为当演员。演员呢就必须啥子都要晓得，
就像说闷闷动痒痒闻都要的，一比如这个西医内科老医生，他跟你我说，你看我说你好，他是这样，这样啊，哎，就你好你好，最近忙不忙啊？我们看不太，哦对，你要遇到老中医了，哎呀你好。 这个最近他哦，这个几十年习惯，他这我直接就把脉了，发霉了，去观察生活，观察细节，要观察细节，观察生活。嗯，每个角色的时候，塑造的时候，我都会认真起来看。另外了，当演员了，要具备啥子了？有兴奋感的，有激情的。 还有像小娃那种好奇心的，有这种兴奋感，有兴奋感。 其实巴登老师，我们熟悉的您是在舞台上，在荧屏上。嗯。那么离开舞台，离开荧屏之后，生活当中的您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我在家后头了，我跟我们爱人结婚过后没有吵过一次架。我结婚的时候我就想，既然缘分总得一对了，就好好过日子。结婚多少年了呢？结婚二十几年。 二十几年能够做到不吵一次架，这有多难呀？不难，只要没得第一回就没得第二回。他那个升级了嘛，吵了第一回，吵第二回，吵了第三回就开始互相逆着，逆着，然后我就开始了，不顺心的事情天天都遇得到，他遇得到，我遇得到，就有个方法，就是静下来，不去谈论这个事情，慢慢慢慢降温了。 哦，再说的时候就没得了。其实我们熟悉的您是，比如说这个帕尔多的幸福生活。那生活当中的您也是一个帕尔多吗？嗯，也是个帕尔多。其实帕尔多呢，我在想啊，现在社会和谐啊，帕尔多呢在搞家庭和谐，有家庭那个小和谐，才有社会的大和谐。家庭都不和谐了，社会和谐得到啥子嘛？ 我打死了，小雨飞来了。八点了村里去呢，就在那村民通车时用了，车外样没被路过边，就在这人康时用边。周家一看边，清仓修补是有不得，看来就在这路线刚忙点行。空气将看来好不得，明等着油菜了，鸡蛋等自送些进用。隔了点着交流呢，八点呢。 秋干上不行，把麻子藏米米边种啥叶，叶根西长的。罗家哈格林娜，把丁鸡跑到熊园老马等着哈，收上些些。他把的空给老马的村热瓦全部酱油。大大把丁鸡割了地土呢，我马能认。拉林马蹄脚讨论了点呢，接着把弄了米边上部家当叫人有。 就等于一，哎呀，虎妈，你能不能出点香港的皮啊？这个更好吧，这个就是凤妹你的幸运皮，二百五。我们确实在荧屏上舞台上看到的您是乐呵呵的，感觉与世无争，然后在生活中见到您也是这样的。你有没有觉得，就是特别是在演戏的时候？ 有比较困难的，或者说觉得坚持不下来的时候呢？我可以忍，我耐力很好，再累再那个，在工作高头，我绝对不是导演，我不行了，我今天要休息哈，咋子？从来我不提的，因为还有比我们辛苦的演员呢，看到累，实际上他总有休息的时候，比如拍的这个这场戏没得他，他就今天他就休息。 其他工作人员没得休息，他们更累。这条路上，您说已经走了五十多年了，你觉得能够坚持到今天是什么原因呢？养家糊口了还不是的，热爱这个，就说是我们既然搞了这个，你就认真认真在这个高头。像北方人说，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那个了，永远搞不好。你认准了那路，这个路会让你发展。 稍认准了，你就大胆的去闯，大胆的去干，你就走得出来个你的希望之路。
你要是哦，一会儿看到我来个人说的话也算了吧，买松茸好呀，尤其是买松茸了，一会儿松茸季节又过了，我又咋个了，又买虫草去了，就一年到黑就，最后我看他是这也不是那么好过的，等他不认真，要认真干一样就认真的去干下去，我们啥子累是累。 挣的钱也是能够养家糊口，但心头舒服，这个是最好的。自己好好的干就有收获，人赚钱就像季节一样的，春夏秋冬，春天你就开始在吃劳动力了，挖地啊那些，夏天你要除草，秋天才有收获，冬天啥子都没了，就是你收回来，是不是啥子的天天赚钱？ 你要付出了，才能得到。你不付出就得不到啥子。这个巴登老师这个话确实就像家里的长辈说给自己孩子的话。您也是藏族的，就是老艺术家了。现在很多藏族的年轻人也走上这种表演的道路。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话可以说呢？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个生活方式。 藏族的一点就是，我们有很多传统的东西，要发扬，要保留，就靠这些年轻人。您从事这个演艺工作已经五十多年了，您今年也已经六十多岁了，有没有想过歇息一下？这个我真没想过，歇一下我觉得歇不下来，只要人家。 需要我就敢，一歇了太可惜了。而且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是每年在减年了，过一年少一年，过一年少年，更要用它好好的把它用好，就说是拍戏在我这个事业当中。在这里，我们也祝福巴登老师永葆青春，谢谢您。祝我们。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吉祥如意，扎西德勒，长么德么？给了土鸡钱啊，土鸡钱。哎呀，哎呀。内陆县的云顶坡，初二开那日本节一般的呢，日早当初一八节，周中的话是阴的。日早节冷不一点的，八点节日早了点的，初二的早就是不当，初二了点的日早节冷人碰上节初四当节。俺出了南阳宁波那边，宁波多个忙不些，朝东西八的。 第二讲，邻里有百姓呢，日早几天呢，八点节，南阳总这几天都顶不些，送这些药。但路一带我送不了，八点节，日早来到你呢，龙安镇安安口了，顶着就远在归团呢，空给，看着人，从八当，给出能听呢，蒙特的，日早三度些就切入东阿当，日早节，慢慢来，讲的就越开销正常下这样些些。 俺村的呢，八点节，范围里边，日早早秋忙不三心七八当，门口的忙不些，日早节来人的那么久呢，俺村也每日节日早来动了，差不多三百准备这个药。亚洲不天气，天气前面几天没了，星期六我天气去，俺村天气没来，才能到太阳节，那咱们得么去？